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开杀神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不分，宇宙混沌一片，有一巨人手握巨斧，凌月盘古。彼时彼刻，恰如此时此刻，盘古的出现总是这么神秘莫测。你前方这是个什么货色？你不好是盘古啊！又吓死我了！哎，动什么法？什么意思啊？住手啊你！太侮辱人了！近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雾天气，雾天行车千万留神注意。哎呦哎呦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稍晚一步就会位列仙班。此时恰如起舞弄轻盈，何似在人间？心苍苍，雾茫茫，一束灯光雾中藏。嘿！牛逼！我操！怎么样啊？惊险不？惊险！刺激不？刺激！骄傲吧？啊！哎，不好啊！太吓人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看着，你们得帮我一起看着点啊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提醒我啊。你什么路呢？太吓人了，这里原来明明是条路的嘛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前面一直是路啊，还是路吧？啊，哦吼不哦吼，就怕雾天静悄悄。当时前方不见人，突然钻出小三轮。哎，黑鸡油啊！怎么回事？红灯还他妈往那快啊！雾飞雾，花飞花，真想在雾中藏着一大妈。哦，这里面不会藏什么东西吧？看一看，也没有啊。话说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，雾中往往充满了各种未知。你不。坏了，朋友们，俗话说进了腊月牙儿，好话说等你儿。如今年关在眼前，我们更要注意行车安全，只有提前预防才能遇难成祥。只见当时大雾弥漫，犹如进了凌霄宝殿。希望朋友们把这视频分享出去，提醒朋友们雾天提前做预判，行车车速要放慢。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平安。叫上朋友，快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咦，点个赞呗，别忘了分享出去，爱你们，么么哒，么。